北港朝天宫圣父母殿。北港朝天宫由庙城进来，首先是三川殿，再来就是妈祖正殿，在妈祖正殿的后方则是观音殿。观音殿左右两侧是三官殿及五文昌殿，在观音殿后方的就是圣父母殿。民国84年时，圣父母殿遭遇火灾，所以圣父母殿于民国84年有重修，整体看起来比其他殿新。因此，民国94年到98年朝天宫全面整修时，圣父母殿就没有再度整修了。圣父母殿的落成最早可追溯到道光年间，最迟咸丰年间就有。据考证，台湾最早设有圣父母殿的就是北港朝天宫。因历史动荡的缘故，梅州主庙已被毁，所以早年只剩北港朝天宫设有圣父母殿。虽然现在台湾各地妈祖庙有许多都设有圣父母殿，也把圣父母雕金尊，但朝天宫仍维持传统，供奉圣父母即林氏兄姐的神牌位。有妈祖的父母亲姬庆演着公灵公即夫人王氏神位，以及妈祖的兄姐灵应仙官圣兄灵公神位，慈惠夫人圣姐灵氏神位。